我难过啊。吓到哎、欸！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全都没哭了。没有，你哭的时候我笑了。永远都没哭，笑一笑。我靠！如果他哭，我老公应该踹死他。哎，他都踹死我。我只是，我只问你哭，我只是哭而已，为什么要踹我？好的，各位，我们今天又是机器女孩久违的60集，休息了一段时间哦，机器女孩，啊怎么样？你休息这段时间有偷练吗？没有。你昨天还在客厅那边给我旋转，旋转跳。我在弄影片的事情，然后我就看到有个影子在客厅那边旋转旋转。谁会这样打虫？今天其实就是刚好大家都在，今天就想要问大家说，在送小朋友上课的时候，到底谁哭了？妞妈妞妈，当初妞妞刚开始上学的时候呢，你跟妞爸有人落泪吗？其实不会，所以你们两个都没有。对，都没有。那你们是属于那一种一到幼稚园赶快丢出去的那种 style？ 是那个时候我不在幼稚园，然后直到有。饿了 OK。你想吃吗？他说对，然后那你去吃啊。然后后来他就上一整天，上线过。所以你们是循序渐进的这样子，慢慢的让他增加，所以他没有那种困难。哎，那那时候陪伴的时候是妞爸陪他去还是妞妈？哦，妞爸去，所有幼稚园小朋友都哭死了。这都是一个奇怪的人。你也会建议说之后有要送小孩的人，也是用循序渐进的方式？我觉得是可以。可是现在的学校好像不一定有试上这件事情，所以那时候念的大概花多久时间适应？一个礼拜分段，为了要吃午餐，这个也是一个吃午餐，人家要吃午餐，我就把他带走了，然后他让他一种望梅止渴的感觉，让他饿却吃不到，我没有的吃。哦，好，用吃来解决哦，这个很酷，这个很酷。OK， 那我们下面一位，哦，大家都有看到你哭惨了。如果不知道的，请看这边。哎，请看这一片，对，没错。打从生孩子，我知道我要送他们上床，就知道我会哭惨。果然我们是姐妹。开玩笑，你知道我担心的是什么吗？我担心的是哥哥去被欺负，我担心弟弟去欺负人。哦，就是老两种性格不太一样，你担心的就会越来越多。然后我现在还会想说，天哪，他们要上小学了，他国中如果不理我怎么办？就开始无限想象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到太多社会新闻，你就会觉得哇天哪，以后我的小孩如果这样，我该怎么办？那我比较好奇的是，到底那一天那一支影片在镜头后面的彼得爸他有哭吗？他应该想哭，可是他在工作，所以他不能哭。那因为他知道我不能抖，我相机会抖。他还是要跟中越借一台那个手稳定器，稳定器就不怕他哭了。结果他们两个应该也是中越哭比较惨。我应该会想哭，可是我可能不会哭。但我觉得中越应该比较有可能，可以像婚礼一样，自己讲一讲就。自己这样试泪，然后还要试的感觉大家都不知道，但是其实大家都有看到，大家都知道卖 gay 啊，我在练，你考，跟考考哎。刘家男子都是比较感性一点。刘家男。对，像我那个，我结婚之后，我公公也偷偷在擦眼泪。对对对，我看到。真的假的？我逼他结婚的时候，我公公也有哭了。Q 他是比较黏，爸比妈黏，所以其实到时候要分离的时候，真的会是一个挑战。对啊，我觉得 Q Q 应该会是一个挑战。巧虎很有用，他现在很听巧虎的话，他就一开始会反抗巧虎。他为什么要反抗巧虎？巧虎说一次只能吃一个，他说不行两个。妞爸有跟我们分享过一个很棒的，就是当天他去送小朋友，就宁可进去，他不想出来，我不要出来。他直接不脱 T 恤，这样对。很厉害，他7天就好了，我们家就是哭了3个月。哦，他今天早上在哭啊，因为请假请太久，然后就进新加坡又隔离嘛，对，一个礼拜没有上课。哦，我不要上课，妈，明天不用上课吧？我要哦，还是他可能教小女孩。我们有拍到一些就是他照顾女孩子的画面，他吃饭走欧巴路线，他改天就牵出来说爸走马子。Oh my god， 太早了。不过爸爸还是会跟他说好样。好的，面面也来了。我有一个问题，其实去上学的第一天，你跟罗卡谁有哭？没有人。你们也是没有人哭，罗卡没有轻轻的这样拭泪一下。他前一天有稍微情绪，对，他有说什么吗？因为
因为罗卡在我眼里就是一个汉子，他有没有露出难得你没有看过的一面，就是那种。其实没有，有一点点担心，但是就有一点点。其实我开心。担心的部分是。就是学习过程，但是听说琪琪很嗨，我想说他超嗨的，他现在蛮乐于上课的。你都要问你儿子，你今天在学校干什么？对，然后他就会爆料他同学哭哭。对，他前天说小朋友跑跑跌倒流血。然后就说布布你有流血吗？没有。姐姐也会说她的同学尿裤子了。我说你有吗？没有。你们刚刚没有问到，就是你们当初啊，小朋友幼稚园哦，第一天上课哦，夫妻是妈妈哭了还是爸爸哭了，还是都没哭？我还记得那一天，好，是提耶娜哭。不是啊，我说爸爸妈妈。你们家一只小孩哭了，我们爸爸妈妈很开心的。我怎样？你们爸爸妈妈都很开心啊。所以我看到你哭，我有点哭屁哭是吗？跟他是一样的反应吗？我这是双鱼座的，感情丰富。什么鬼？所以我送出去的时候，我是拜拜。他们 yes。可是悠悠是第二个，那天哪嘞？第一个。因为铁娜进去的时候其实就在哭，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本来就是打算第一天我中午就接她回，因为我知道她一定会哭。可是我印象最深刻是我去接她的时候她的反应，她大概是这样，像是玻璃嘛，然后开车经过，她也很开心，然后这边眼泪鼻屎全部都在笑，我还没下车我就在笑，太经典了，我要把它拍下来。所以那个大家其实你跟老爸都淡定，就是觉得很好笑，很好玩。OK， 我记得晨晨没哭，他去学校没哭，但是他回来的时候进到家里，放完书包爆哭，半个小时不停的。他反应慢了一点点，感觉晚了一点到。他忍住，他忍住，他哭完我陪他哭，然后就是当下就换学校。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哭？他说因为老师都处罚隔壁同学，我觉得好可怕，太可怕了。小时不停的，而且是嚎啕大哭。我就是帮他转另外一间私立学校，然后后来他进去，他也都没事。他一个礼拜后才哭，是因为他跟他爸讲说：“爸爸，我觉得我玩够了，我可以不用过去。”的确，我女儿，我老大是需要有爱的地方，不能体罚的地方。对，就是要爱一个小孩一个。那所以上次老爸他没有落泪吗？我感觉上次老爸可能是会默默拭泪的人。小孩在发酷的，他老公你可以不用顾小孩，要多高兴啊！哦，所以他也是一个解放，终于、啊、可以去打篮球。因为我老公以前要做生意，然后要啊、哦，对对对，要干嘛要干嘛，然后还要带小孩去公园，他很忙。你在干嘛？我就是在家里，跟现在差不多。至于他现在做什么，就不好意思说。这个我有听过，上次老爸讲，他就是吵到铁板上炒饭，就跑出去，因为跟陈妈在那边跟人家聊天，聊了老半天都不回来。从巷头聊到巷尾，而且打也是模拟，还是打，而且他是拿着两只铁板烧像包子，你干嘛啦？干嘛啦？我朋友有看这支片，他会超羞愧，他每次都把我留在那边聊天，然后可是我老公就拿了两个菜，只是说你要不要回来，开支很多人了，然后我就超生气。干嘛瞪来我傻鬼？我感觉我忽然觉得他们都不会流泪，好像很有道理耶，都有迹可循。我就不知道你在哭什么。我难过啊！吓到哎、欸！对，哭什么？为什么？同学都没哭了。没有，你哭的时候我笑了。悠悠也都没哭，笑屁笑！我靠，如果他哭，我老公应该踹死他。他是踹死你！我只是，我只问你哭，我只是哭而已，为什么要踹我？就你这好面，要怎么样？啊，你觉得？你觉得七七女孩的大家呢？对，哪一个最荒谬？就你啊！我被踢，又不是我。对，不要再哭了。就是你，我没有再哭了，没有没有没有。你郭小会不会再哭一次啊？哎、欸，怎么感觉我是要记录我儿子的黑历史，就变成我的黑历史是吗？的确，你们家小朋友第一天我们发生状况呢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啊、哦。那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呢，点个赞，把这影片放出去给你身边。准备小朋友要去上学，明年要去上学。那记得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、Facebook 频道，还有大家的频道啦。那下期见，拜拜，拜拜。花一两千块交花花，没有，他就是会无止境的想交花花，或者因为西门町在我们每次练舞都是中午啊，对啊，啊中午的时候也没什么有开啊，就是也就只有交花花跟万年而已啊，对，有万年的万年啊，所以对，所以说每一次呢，你儿子来我都要找很多的事情做，对，
让他不要闲置在那边，不然他在这里的话会闲到发慌，然后会一直在那边闹事。可以开一个悠悠岛。布布那一天已经有受伤过了，他自己去关门夹到手，老师马上中午打电话给我们了。老师就说哦，他有轻轻的稍微被门夹到，看到有一点点红，但没有什么样，但是就先跟妈妈讲一下这样。嗯，然后他怎么给老师看的？他就这样，他一定是夹到大拇指。嗯嗯嗯嗯嗯嗯在呀、啊、嗯对嗯。